夏龙，夏龙，妈了一批！今天跟你玩个游戏，就是我老公头顶啤酒，看他能顶几个啊！来，开始了，加油啊！哎呦我操，好，挺棒啊！来，哎呦我操！Hello， 我又来整他了，这个点子可是费尽心机呀！你们猜到我要干什么了吗？想看他下期反应的话，请关注我，现在拿给他了啊！双击，老公，嗯，给你吃个巧克力。我操，这么大！嗯，这新包装，这里边加事老多了。那么瞄我干啥？你尝尝。谁能玩我？操你！谁能玩你呀、啊？你快咬！啊啥呀？加血！哥，能让我的小心脏砰砰砰吗？能啊！你瞅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吃了给你。呀呵，行啊！打！哎！打！啥打？能要吗？啊！老板，你吃完我弟买的荔枝真甜。哎呀，哎呀，这是葱头，你买的葱头吧？是不是买的葱头？鱼哥，给你吃汉堡啊！嗯，汉堡。哇，这么好！啊，你哪知道我饿了？挺好吃的，你试试。哇！那什么？恶心呐！你整这玩意儿！这小子昨天晚上不知道上哪玩去了的，半夜才回来。咱们整整他。小文，起来，看你脖子上啥玩意儿了？看看。啥玩意儿？来吧，宇哥，机会给你粘上了，也拿不走了。我这手里也没有东西，不骗你。来啊，头抱西瓜，耶！我操！开始往这个西瓜里面灌海绵宝宝。
哇，密集恐惧症的好有感觉呀、啊！看，赖我靠！媳妇吃点药太费劲，感冒药加柠檬汁。把手弄上，送你一个东西，好不好？好。哪里有蛇咬？鱼哥，来杯水喝。别！哎呀！老公，别看了，吃口香香啊。来，老陶，别玩了，吃口冰淇淋，吃口冰淇淋。嫂子，哎，给你吃苹果。哎，妞儿，过来呀。干啥呀？你看我今天怎么整的，老铁们啊。哎呀，我哎呀，哎呀。